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罐，不知道叫什么死人骨头，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它就是美白如意啦，超好用的。应该行内那个业内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瓶哈。现在开始要做实验了。首先，这是我的两只手。OK。你差太多了吧？吓人哦！你是这样吓死了。你是想说七月份吗？你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哇，晚上还可以煎菜。哎，有没有？差太多了啦！太夸张了你！阿姨，你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！你这太夸张了！你这个事实证明这一点点就好了，事实证明就知道。哎，丁老师哎，这个是属于错误示范，这个是在人。就是要往生的时候才会擦这么白，其他时候不会擦这么白。OK。哎呀，好笑！干老师，你搞什么啊你？哎，你要给我当白的。不会，好保湿哦。好白哦！天哪，擦。哎，我的脚皮要擦一下。怎么很白的有点不太真实，哇，这个是不太真实呢，太夸张这个，不会，它擦起来就跟如意一样啦，就是如意啊，就跟如意一样，只是那个颜色真的是很夸张的白，还好，但擦在脸上我就变小白脸，上脸，快点上脸，上脸哦，上一半上一半，哇，那个图片会不会太长了？连抬起来一下啊！好，这不要用太多啊。上一半。小白脸。对啊，抹不完的。小白脸好白了。听到小白脸，你很开心哈、哦，你们这几个。小白脸。可以不用擦太多，没关系。这没有擦很可以的，没有擦很多，我没有擦很多哎。没有擦很多吗？你眼皮也给他擦一下吧。啊，里面有点像。白鼻息嘞，笑，我的手在抖，我的手在抖，太好笑了，我死人骨头了，这很像上那个粉底液的感觉，哎，这真的一点点就可以，我真的挤太多，挤太多，好用，好用，完蛋了啦，那脸有差很多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比较明显。手机啊，脸会差很多啦。待会你要帮我这边再擦一下。你就这样子回去就好了。我不要这样回去，这很丢脸，好不好？我感觉要死劲了。哎呦，好了啦。应该好了、欸。好。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样抓比较多。收。手的部分看一下。哎呦！擦四前，擦四后，有没有？就在第一个影片，好笑的。还没，还在录啊。